Understand? Yes, man. Remember one big guy. We have a Hulk. 哇，为什么浩克会到现在才出场啊？所以在这之前 ，Thanos 和他的手下正在屠杀阿斯加的平民老百姓的时候，你浩克就躲在一旁伺机而动，然后一直刺到现在吗？没事，没问题，我非常满意现在的情况。还没轮到我擅长的时机，我完全有理由继续坐在这里等。我还可以等。啊，有这样的传送能力，为什么不等得好一点的机会，然后一次过把所有人给传送走啊？比如说刚刚浩克那个 moment 就很适合啊。We have a Hulk. Peace. My humble personage, nay the nobility. 那个为什么要脱掉盔甲？你不要跟我说，因为拿宝石的仪式很神圣，所以要脱衣服。因为他手上已经有一颗宝石了，那么拿第一颗的时候就不用脱了嘛。哎，等一下，难道说他原本穿更多的盔甲，所以这是第二次脱了？那么就是说他拿第三颗宝石的时候，他就会全裸了吗？拿第四颗的时候要剥皮，拿第五颗要剥肉，那第六颗的时候会怎样啊？ Tony Stark 作为地球的超级英雄救世主，应该比大明星还要更加大明星吧？这样大咧咧的在街上散步，竟然没有半个人停下来捕捉野生 Tony Stark 吗？Hey, I need you to cause a distraction. 哇塞，你分散注意力这句话可以再说的大声一点吗？话说 Bruce Banner 好像是因为会变成浩克的原因，所以他一辈子都不能够做一些些许的事情，也就是说现在他终于有机会了。所以作为一个正常男人来说，有这样大面积的尖刺攻击能力，但是全部的攻击都非常准确的丢到了一个圆圈里面。你当你是投篮得分啊？然后青蛙博士也还有人家够蠢，要不然的话，这个切断手臂的招式貌似非常的强大呢。还有他们把这一招用在了这一位关键敌人的身上，因为这一系列的电影里面就再也没有一个敌人是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打败了，完全没有。对，看到未知的敌人，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唯一的武器丢出去。现在你的武器就这样被人家接住了，是不是很蠢？是不是很尴尬？然后就是美国队长同志怎么会这么巧的在这里啊？ Vision 和坏人这场打斗的移动弧度非常的大啊，所以如果美国队长想要那么帅的在这里登场，那么只能是开着飞机跟着战场移动了。然后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你们竟然不是炸开建筑物的天花板跳下来，而是悄悄的从正门走路进来，然后还要选个时间，选个地点，选个灯光摆 pose， 等着人家发现你的存在，你太会装了吧。OK， 这位坏人同志和 Vision 打得飞天遁地的，在这样强大的能力下，你竟然还能够被黑寡妇踢飞吗？照理来说可以和 Vision 互殴的话，那么对上黑寡妇随便就把他捏成烂泥了吧。所以力量数值什么的都是狗屎了吗？你知道这情况下可以有什么很尴尬的事情发生吗？如果 Iron Man 对自己飞弹的破坏能力计算不足，洞炸得太小，洞炸得太大，等一下，那是用来逼宫崎骏博士的针好像在坏人被吸出去之前还没有被拔出来吧，所以在这期间他脸上的针就应该要继续的插着啊。What do you know? If
I tell you, you'd know too. Well, 在这个情况下，其实你完全可以告诉他你知道的讯息是 Soul Stone 的位置在哪里，你只要不告诉他确切的地点就可以了啊，没事装神秘个屁啊。再来就是，如果你们那么担心自己有这方面的知识，茫茫宇宙中是有多难找到删除记忆的科技啊？你看人家 Winter Soldier 就随随便便被人家搞坏了头脑啊，那个还是地球耶，连太空船都还没几辆的地球耶。在太空飞船满天飞的银河系，你 Thanos 到底是有多骚才能够在室内建造那么大的房间，然后在这整个房间的中间建造一个石头宝座啊，有多怂啊你。其实如果我们检视一下你们这群人和 Thanos 交手的经验，有哪里一次 Thanos 的手下是重感情高大上会为了一个人直停手啊？所以你们现在在假设对方是 Thanos 手下的情况下，竟然会脑残到觉得假设对方人质很有用吗？所以在某个遥远的平行宇宙里面，蜘蛛侠不需要等到结尾就挂了。 In order to take the stone, you must lose that which you love. 啊？那无限宝石的标准是牺牲我爱的人？这么抽象的道理谁懂啊？爱这么复杂的东西，我们千百万年一大堆学者每天都在讨论到底什么是爱，然后你他妈无限宝石竟然要我用爱衡量我要牺牲谁啊？谁啊？更不用说你还要出去辩论到底什么是爱，谁的爱才是标准的爱，那无限宝石你的爱的标准是什么爱？要是我丢下去我觉得我爱的人，然后发现这不是无限宝石的标准，那我不是白丢吗？那你无限宝石会退货给我吗？有没有使用说明书啊？这么重要的宝石是谁存到决定用这样子的标准来拿宝石啊？啊哈，另外一个很蠢的点又来了，是不是牺牲爱人这仪式只能够通过丢下悬崖这方式来完成啊？如果是只能通过这方式来完成牺牲，那么会有很多很尴尬的事情发生吧。要是如果我的爱人是很耐摔的人呢？比如说如果 Loki 跟 Thor 今天来到这里，然后 Rhodey 要牺牲雷神先生，那他要摔他多少次才能够成功的把他摔死啊？我还活着，难道他要一直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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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几百万次这样啊？我还没死，你怎么了？快点去死啦！其实反正都有防护罩，为什么不考虑 Nuke the f**ker? What the f**k?好啦，可能没有到核弹那么夸张，但是任何一点大规模杀伤武器看起来都很有用啊。为什么要给敌人空间冲刺啊？当然是所有的人走到门前，自己摆好阵之后再开门啊。你看这贱货，明明已经融化了足够的原料，也不说一声，就放任雷神一个人继续承受星球的能量。We need the axe. Help me find the handle. 好，我不知道，我现在一直怀疑矮人同志其实是暗地里弄死雷神。你他妈只有一份工作，一份工作，那就是把这个斧头做好。你他妈的告诉我，你在这之前没有准备好握柄？如果他们魔兽雷神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这奸细给弄死哦。哎，这么说起来，矮人并没有跟着雷神一起来到地球。嗯，看起来是已经海边过了。Bullshit! Where is he?所以我问的 Star-Lord 同志，为什么到了这么关键的阶段可以那么空闲啊？这不是有计划的偷袭 Thanos 吗？所以你们所有人一起在讨论这个计划的时候，他是如何说服你们同意这样的工作分配啊？ OK， 到了这个抢手套的关键点，我会什么事都不做，站在旁边说废话哦。你们 OK 吗？你们赞成吗？ OK 啊，我完美的计划。所以雷神同志，你有一大堆的大招可以把一大批的敌人放倒，那你是为什么还要下凡来一个一个的和敌人单挑啊？所以是说大招真的有冷却时间这回事吗？吃什么？这算偷袭吗？这偷袭的方式就是很轻松的走到守卫面前然后偷袭他吗？你这所谓是要袭巴到什么程度才会忽视这么靠近的敌人啊？敌人在这样的距离你转一个眼珠都看得到吧？难道说你们所谓的标准准则就是只能往前看？对，只能往前看，只能往前看，不能往前看，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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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往前看。就很合理啊，我是最强的，没有人挡得了我，然后我又会飞，速度快，对 Thanos 的仇恨值又高，我当然第一个赶来了啊。还可以有什么原因造成我比别人慢来这里呢？
暴风战斧属性力量加100，智力减1000啊！太夸张了！那个，这消失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啊？为什么衣服跟着肉体一起消失，可是枪支还有 Colgate 都留下来了呢？合理的情况就是应该全宇宙都留下了满地的内裤嘛，是不是？然后据说这抹杀的一半人口是随机选择的，如果是随机选择的话，那就代表这抹杀的过程中存在着保持抹杀的那一半人口全都是男性或者女性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某个遥远的平行宇宙里面， Thanos 一不小心抹杀了所有的男人，于是开启了他后宫种马的征途。哪个人来考虑一下把这故事背景写成异形小说了耶。